让我们跟着当事人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咁当日九月九号啦，咁我就去到票站咁谂住投票啦。咁去到柜台我就出示我嘅身份证，咁想攞张选票啦。咁其实职员就同我讲话：，咦，小姐你个名字喺我哋个登记簿上面已经查咗咯，即系代表你已经攞咗选票。咁即时我就反映话：，我今日第一次嚟啫，我都未投票过今日。咁佢哋就就找了那個票站的主任跟我說，就說小姐如果你的名字在這裡插了，就代表你已經拿了選票，那我們就不可以就是讓你再投票這樣。那你之後有採取別的什麼行動嗎？咁當時我就同嗰個票站嘅主任啦，咁就作出咗投訴啦。咁佢哋都將我呢個事件咧就筆錄咗喺嗰個一個表格上面。咁佢哋就話反映翻去嗰個選舉事務委員會嗰度啦。咁都會通知翻我嘅調查結果。咁咁當時我都有問過佢哋我需唔需要報警，因為我覺得即係即如果有人係有機會係攞咗我嘅身份證或者冒認咗我嘅身份去投票，咁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咁當時佢哋就表示話唔使，咁係啦，就係咁咯。咁但係其後我翻到屋企同屋企人商量過，咁第二朝亦都睇到新聞，見到類似嘅情況，咁最後就決定去報警咯。係。那你知道像這種類似的情況還有嗎？第二日啦，咁我有睇新聞，咁我都同屋企人商量過之後，都決定去咗報警啦。咁就其後我報完警之後再睇到，就係話有二十幾宗咁樣類似嘅情況。咁其後好似最近加到去，即係統計咗係有百幾宗。咁即係新聞都話即係而家好似係交咗俾 ICAC 去處理嘅調查咯。